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是多伦多警队华安社区联络主任陈楚标警官。今天呢，是我们警务处长 Chief William Blair 跟这个传媒朋友碰面的日子。那我们在我身边的都是《大纪元时报》的记者，给您自己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周玉帝，我是大纪元的记者。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警察局的总部，和陈楚标警官一起希望以后能够为华人能够带来更丰富的新闻。那我们的报纸呢是有中文、英文还有法文。那在加拿大的四五个大的城市都有，包括多伦多、温哥华，还有蒙特利尔，还有渥太华。像在多伦多的很多大的一些地铁站啊，都可以拿到大型报纸。OK。